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出门多拦截，折磨他一把。我来救你们的小命。把我的摄像头调一下啊。剑卢仙打剑尖儿应该挺好打的吧？应该挺好打，我感觉应该差不多。我们的伤害完全足以能击杀得了他，能给他秒掉。他只要起不来就行。虽然说这把刺客比较多，但我们可以出个盾弓。草原上还有比黑影更坏的东西。不进草丛，我们是远程英雄，不进草丛。强攻剑尖，他征服者他触发不了，他可不带强攻，应该是要出星石的。这是，我还记得魔鬼的双眼如落日般血红。点点点 Q， 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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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来我有点盐，你有传送，你给我硬点，我可不怕你，小伙。修理一下惹事的人。假装走了，其实不严。Q 连一下，啪啪。点，他把 Q 刚用啊，点点一，啪啪 ，Q 啪啪啪，让他戳，赵信来了，上当了 ，nice， 我们这波就明显就是勾引一手。信吧，好，卡住兵线，死在我手里，回家了，是罪有应得。因祸得福，兄弟们啊，什么叫因祸得福？就是两把长剑，咱还能余出来一个药水。刚才那些兵补刀啊，这钱就不正正好好了，明白了吧？没人能原谅我，除了我自己。哎呦，这个一没中，中单蓝枪啊，这蓝枪挺骚啊。在我身上打下了烙印。点一啪啪，卡一波兵线，让对面的剑尖没办法补刀。链啪啪 W 啪啪啪啪一啪一啪啪往上走，赵信来了，点死了，来进攻吧，已经交了 Q 也交了，啪啪啪啪啪溜，又没有人头，有点难受。受了诅咒的人最麻烦的就是他们总是剑尖，已经很难打，很难受了啊，现在已经很难受了，相当难受了。赵信来两波直接给他整炸了。但是为什么见那个赵信能来两波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因为我们控了兵线，他感觉兵线挺好的，他就过来一手。先插个针眼儿 ，A W 啪啪 Q 一走，啪啪不行了，这波再啪可能会出现问题，啪，他没闪了是吧？别急啊，他没闪了，戳不着，
别急，哎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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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他绝对要上当，我跟你们说，别着急啊，他现在有杀心，有杀心就是他死的时候。W， 啪啪 Q 链他，拉开距离，别着急，马上我们升六啊，这波勾引他一波，慢慢 A 兵回血 ，A， 清算时刻即将来临，平 A 补车，操 ，Q 啪啪一。爆发点燃闪现，我用我一个车的代价换了一个间接的人头，下边兵不清了啊，把他塔逼吃完我们就走。回家了。枪火不会带来救赎，但我仍要试试。把这卖了。把这卖了出个吸血的。现在就很好打了，我们已经见袋加上一个吸血了，就是这把补刀不太好，这把补刀有点拉了，补拉了，补吃了，皮牌是九分钟给我们 Q 链一下，点点点，他上来我们就直接突突他，你看他敢不敢上，他就只能交大招，点点突啪啪一跑了， A 接个 Q，没事，谁来了？阿卡丽，对不起。啊！变成坟墓了。哎呀，老螳螂！变成墓碑了，你的耳朵，那我得让你融入这个氛围里面呀，对不对？西部的生活和不法之徒一样残酷，我得让你身临其境啊，练一下，哗哗点点，再练。道上的人不讲王法，这波能杀。虽然他可能是有闪现啊，这波直接过来。他点燃 Q， 他发 W。不了他这波没有 W， 他就只能出来追我们。他追我们又打不过我们，死局儿，这一波他是必死。是不是有传送？有传送啊！有传送咱也不怕啊！啪啪 ，Q 啪啪一，啪啪啪。说实话，我这一波有点拉了。我的 E 没有躲掉他 W， 哎，怎么没躲掉呢？真菜呀！这就属于反应不行，你知道吗？贪了那一下平 A， 小贪了一下平 A，
我如果用 E 把他 W 给他躲掉，这波我们就能杀他，不被他减速就好。不行，这反应能力不咋地。我玩猴也是，那剑尖的 W 出的太快了，躲不掉。我每回想用那猴 W 躲剑尖的 W 都躲不了。我建议剑尖的 W 该削一下。该削削一下，好吧。赵信也去让人给干了，我们得找一找，找一找这螳螂，蓝枪过来了。哎呀，这螳螂也知道他必死，他连跑都不往我这跑。他们说我是恶魔。暴击，暴击，暴击250。边境的样子，啪，就是人心的样子。啪 ，Q， 啪啪，点塔，啪，一啪啪，链点，再链啪啪。啪 W 一啪啪闪现一个 Q， 哎，这没链死不应该呀。你能跑我吃死，把他一下塔给他拔了。哎，回家。不过这剑尖挺猛的，他即使他0-6，他都能上来找我拼来。我不是好人，没差太多。回家先把皮鞋做了，做完以后我们来个西兰刀。呀，这不够啊，把这卖了。耀光先不出了。哇，这蓝枪伤害有点高啊。终极爆弹，我们再来杀一波这个剑姬，他指定是不服。这人我看出来了，就是怎么打也不带怂的。我们这一波一定得 E 技能把他 W 给躲了，我就以我的人格担保，我一定得躲掉，我就怎么玩我都得给他躲掉了。发点炎一，点击啊，扫一下 W 啪啪 Q 啪啪啪，盾弓没触发，严格没了。哎，不行啊，好难躲呀，这怎么办？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螳螂秒了啊。 W E 啪啪 Q 啪啪，螳螂差一点，快跑 ！W 啪啪一走，啪啪 Q 啪啪啪。哎呀，我就不应该回头，他有大，我以为他没有大呢。
我不点他，他绝对R不到我。是啊，我都说了，我说我就不应该打他，怎么能有个大招呢？走，上路找剑尖的，折磨他。我不介意修理一下惹事的人。哎，如果我点一下这个跳弹，这个蛤蟆会崩哪的？原来如此啊！中路我们管不了，先上路收波兵。收波兵往中路看一眼啊！剑姬传送了，我马上到，给队友打个信号啊！这波告诉他们可以打。我们直接从左边包抄这个小黄毛，先杀小黄毛，来一啪啪 Q W， 链 Q 一下，啪啪啪 ，biu， 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人啊？先把跳弹打了，一啪啪 Q， 好了。他上来，他也打不死我们呀！一走，走位，别让泰坦勾着我们。这疏通航道，千万别动啊 ！Q 一下，让他勾蓝枪，啪啪 W， 啪啪一，啪啪 Q， 啪啪，再点 ，Nice。螳螂是不搁这儿呢？螳螂没搁这儿。我没有伤害，我怎么没伤害？我还没有伤害，我伤害高得很啊！西部那边的恶魔听上去还不赖。那蓝枪不是中单吗？哎呦我这女警乱秀啊，这女警！那蓝枪中单肯定不一样啊，那他得也得承担出来一个区区的作用，他属于爆发伤害，我们属于持续伤害，明白没？走，找到小黄毛，这小黄毛指定不能怂，他过来我们直接闪，别着急啊！来一上来，啪啪点烟，扣啪啪打不了，双杀，下路收兵吧。去守一下这个路。哎呦，啪啪闪现，啪啪啪！兄弟们，啊，兄弟们，别急，他不知道我在哪个草丛。W 啪啪 Q 啪啪一啪啪，哎，回家想秀小伙子 ？No no no。还好没有出那个海妖杀手，出了海妖杀手刚才就死了，虽然虚虚很高，但是有点脆。回家，哎，这个小黄毛可以杀呀。嗯，这里可能有眼儿啊。不上了，这波上去绝对被反杀，不去了。你伤了别人我们可以回家出装备，也可以再打一波，都可以。哎，他要杀赵信，这边有红啊，先把红打了，对，先把红打了，兄弟们，
这个位置我估计没有眼，我们直接后入小黄毛啊！来 W 啪啪啪啪 Q 啪啪，一上来啪啪，要不要扛塔？一句话，也可以去拆中 W 上，间接可以杀，一过来啪啪，等他 W 没 Q 他。好，这波 W 一下，阿卡丽看他过不过来啊！我操，这螳螂这波杀的有点多啊，我们不好去呀、啊、这。我还有盾弓啊，别急，这技能别用，位置稍微有点危险。一个都没杀了，哎呀天哪，这螳螂这一波杀的有点多了，他杀了好几个，他给我们家赵信也下当了，蓝枪也下当了，就下当了。这个出完再出把无尽，现在新版本出无尽的好像比较少，无尽都不咋出了，给蓝枪吧，我不要了。这谁 rampage 了？谁 rampage 了？哎，让蓝枪装一波，好，一 W 就。啪啪点岩 Q 啪啪，小黄毛伤害也有点高，你还别说，1420，这赵信怎么还给人干呢？不能干了呀，兄弟，先来个纳沃利训印。我也被瞎当了吗？啊，我也被瞎当了。团一波，兄弟们，得团一波了，指挥一波。这螳螂一个一个杀，给我们家杀的都快杀完了，千万不能让他这么偷人，你知道吧？他如果这么偷人的话，接下来他就要掌控比赛了。这波我们不出来，知道吧？不出来，让他们在这拆，这位置可能会有人，小心点儿。草原上还有比黑影更坏的东西。好，螳螂，别往里走了，别往里走了。W 啪啪 ，Q 啪啪。泰坦先杀，闪现一走，这螳螂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！W 一走，队友在哪儿？剑尖应该有闪，没法上啊！哎，哎，勾引一波，我们摁错了，我天哪！我按 W 按 E 上去来哟，哎呦！受了诅咒的人最麻烦的就是，他们总是不肯安息。别单啊，我们团比他们厉害，不要打单带，打团战就行了。赵信的装备也不错，当个前排使。枪火不会改变，我仍要试试。来一波！我怎么没见过这女警的人呢？西部的生活，她在等什么呀？制图一样残酷。
干嘛呢？哎，你们不能这么打，你们这么打不打没了吗？这怎么不听话啊？这女警等半天连个屁都没出出来，守塔。别被勾啊！别被勾！别被勾！不行，不守了，来守基地，守高地，守高地，不行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！哎，泰坦，别让他勾到。Q 啪啪，一啪啪，一啪啪 ，Q 啪啪 ，W 啪啪，这波打大龙来！别飞，别飞，别飞，别飞！一啪啪飞得好，啪啪打不了，不追了，打大龙！来来来，打大龙！这边螳螂想偷，我们就在这蹲他。小黄毛跟我对点，打不了。啪啪一啪啪 Q 啪啪一啪啪 W 啪啪一啪啪 Q 啪啪升大招 W 啪啪一啪啪 Q 螳螂死了，打龙一啪啪 Q 啪啪 W 啪啪一啪啪 Q 啪啪打大龙，别配音了啊！上路收兵。差一点点钱，需要200块。下条小龙1分52秒刷，那稍微等一等。差100，我的无尽之印只差100块。这个泰坦后边应该没人。先推兵线啊，这波野区被我们家占领了，顺便直接推中，没回家正好打一波机会。这螳螂没有那没有多么的狠啊，上哪去了？哇，这螳螂上哪去了？照一下来，让他偷没关系，他只能偷，知道吧？他只能偷，我们只要正面来不给他机会，他就偷不到人。一啪啪 Q， 啪啪 W， 啪啪啪，先拆塔，哎，先拆塔，别急，先拆塔。我觉得可以走了，其实，一啪啪，啪，一，撤了，不打了，走。如果再打，全死。这里，你的准头手唯一重要的东西。他 R 进来的没有关系。我操！多少个隐身呢？这是。小心点，右边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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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边，螳螂啊！他隐身也太多了，他隐了几段身呢？三段二，他追我的时候一开始没用，他来这儿用了一个，他来这儿用了一个，还差一段二。螳螂，螳螂啊，信哥。咱先来个秒表啊，嗯，别死了啊，别死了，等等下人一起。哎，
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潘森怎么回事？哎呦我操，这蓝天一个扣把螳螂秒了，剩我了，哎，剩我了，兄弟们，来来来来来，给你们表演一个啊，什么叫拆基地。剑姬跟泰坦打不过我，没事，我已经有名字了，一啪啪扣啪啪 W 啪啪，一啪啪啪扣啪啪啪 W 啪啪，一啪啪扣啪啪，一啪啪啪扣啪啪 W 啪啪啪，叮啪啪，这不对呀，他怎么打印这么痛啊？这泰坦现在这日炎是猛啊，我发现。啥也不是，现在这日炎是猛啊，我发现现在日炎打我有点痛，我寻思泰坦没啥伤害你知道吧，我吸也吸回来了，没吸回来。你们这边蹲还行，其实可以蹲，蓝枪别搞正面，潘森把这杀了，螳螂后边，螳螂，哎，可以，先把螳螂杀了，没多少血。哎呀，这波队友全死了。还好我们家中路有超级兵啊，四换一，还是潘森杀的一个。我们先把兵线清了，没关系，对面没有任何资源可以拿，明白吧？他们推中路推不了，我有大招，我能清兵。哎，没关系，虽然队友全死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没事儿。这清兵还是可以的。我们别出去啊，等队友活了我们再去。别急，别急，他们 AD 刚活，别着急啊。别急。一，啪啪 ，W， 啪啪 ，Q， 啪啪，一，啪啪，啪 ，Q。这是怎么打的？这是完了，一波了，没打过。嗨呀！哎，补一波。哎，不一定啊，不能。我们家潘森能活，别急啊，他们几个拆塔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快啊，拆塔还好，不是很快。别急，我春哥有了。哎，潘森活了，没事，他们拆塔不快，可以拆不掉。两条小龙，我们可以去小龙。没事，没那啥，没打掉，问题不大。刚才我没有大招拉扯，你知道吧？我没有大招，我没法拉扯，我只能上去点。不要了，给了，没事，给了没事，给了没事，不着急去啊。他们肯定打掉了，打得很快的这个。这打得肯定很快的，我这双 buff， 哎，一 W。啪啪点烟，啪啪放夹，啪啪
可以。先扫一下。W， 好吧，出 E， 完了，没操作好，哎呦！我不能被泰坦勾啊，女警被泰坦勾还好，这波没操作好，我们的问题。我 E 了，他没出来，我大 E 了都，但是他没出来。其实我本来想这一波吧，先等一等，我回家出个春哥，咱再干的，你知道吧？应该是够呛了啊！还行吧，中间有几波狼了。